牌照税缴纳期间为4月1日至4月30日。除了至金融机构柜台、便利商店以及信用卡缴纳外，还有 ATM、电话语音转账、晶片金融卡及约定存款账户转账等多种的缴税方式。欠税的车辆使用公共道路被查获，除补税以外，还要罚1倍。准时缴税好国民，多元管道样样行。财政部提醒您。